哇！你睇呢個啤啤幾型？欣兒嚟㗎，你咪前面嗰幾隻係咩啊？呢四隻啊？係啊，是温拿、斯柯沙、温拿。點解欣兒瘦咗咁多咧？三隻熊的耳朵有支旗的，其實是他們的身份象徵來的。黃色這一隻呢，其實就是普通版，白色底紅色字那個呢就是限量版來的，後面呢還會有一個出產的年份，還有自己會有一個 number 的。而這一隻就是最矜貴的了，你看到它是黑色字白色底，這一隻呢就是復刻版來的，而這個復刻版呢就是 Lock for Sale 的。